把买路先留下，别让爷们动手。哎呀，麻子了！走。 拿走！这，散了，散了。 大老总，我们先来看病去。看病啊？哪能？耳朵塞驴毛了？叫你听见没听见是吧？老大，你给我跳个试试。真呀，你拿点也不要。说啥呀？啊？该下地干活干活，该回家回家。走了，走了。我们都来看病。走啊！看啥病？看治病。看治病。看能治病？老大，到底把老三惹恼了。 你也消停会儿吧，省得一会儿挨骂。别装了，别装啊！别装，给我下来。下。管天管地，还管着我侄儿了？咋的呀？不能管你了啊？眼前啥节气啊？一不下地，二不过苇子，在家待着，你就不能找点活干？活都让你干了，我还干啥？你。 给我磨镰刀头子去，干啥呀？磨，我磨，那磨刀石呢？你傻呀你？哎呀，老儿媳妇，你这人长得挺好看的，再这么打扮，你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大哥呀！ 昨晚上你没喝高啊？这大清早的就说酒话。哎呀，这全家上下，盯住老二清闲啊！这一大早就拉上了。你就嘚瑟吧，老大，叫老三听见了，又得骂你。骂我？我是他大哥，在外边。 他是刘大胆、刘大鞭子，在家里，他敢？不敢？不敢，你回头瞅瞅。二嫂，我饿了。饿了跟我说干啥？我又不是变戏法的。咋了？家里没钱了？ 有啊，喏，这钱有的是。可你看这钱毛的，这能买几盒洋火呀？钱的事儿你别管。这个月还轮着你家做饭，叫啥儿子了啊？咋这快又一个月了哈？二嫂，让我做什么？大清早。 吵吵啥呀？谁让你做的？没你事儿，一边眯着去。啊，我是说呀，没几天就要发新票子了。这钱呢，还不如当柴火烧了。你个死鬼，别拉了，行不行啊？拉吧，拉吧。 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出大事了！怎么整出人命来了？我高家雇了仨炮手，
真他妈不禁打。哪儿出的事儿？黑山口。哪股胡子？哎呀，一个活口没剩下，你就咋知道呢？这家家户户苇子苇席不肯卖，不都得烂在家里呀？你看这咋整啊？不是太爷，您老是维持会长，还不麻溜的找日本这报案去？那日本的他奶奶要是管用，我还花高价雇炮手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哈，我们爷几个都商量妥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咱们十八村三十六屯跑外的总买办了。别整这景啊！这日本子都不管用，我能管用？这子弹认识我，见着我刘德一就拐弯了咋的？这拐不拐弯的？哎，我是你太爷，我都给你应下了。太爷哟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？得了，小德一，人命关天，大家伙都指着尾席吃饭呢，你就别端架子了。我没端架子呀。得，谁让咱大西瓜村真没人了呢？看来啊，我不出来还真就不行了。就这么地吧，看在这三个死人的面上，这事儿我应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怕有假，假的包坏。可有一点，到时候可都得听我的。怎么样？我说小德一不能见死不救吧？那是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你别听他们瞎忽悠，咱不能去啊！没你事儿，一边眯着去。太爷，都上屋里说去。没事，回吧，回吧，回吧啊，就回吧。这饭都凉了，我给你热乎热乎去。我叫的菜。怎么还没给送来呀、啊？这王八犊子，你赶快叫人追去！来了来了，快来，来呀、啊，来，来，哎，拿酒干啥呀、啊？你不知道德一滴酒不沾呢？咋样啊？想出招了没？咱们呀，得先弄明白了是哪股胡子干的，嗯，想清楚了才会有招啊。哎呀，老三，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？你吵吵啥呀？啥时候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这北老万、将军庙那几股胡子，跟我交情还过得去。可田庄台最近冒出个大本质，这生瓜担子。刚拉杆子，软硬不吃，贼拉厉害。人家大本子那是接日本火车的大英雄啊，还能瞧上咱们这条道？再者说了，人家就是干了，咋的？你们还能跟人家唠唠去？没事，上一边扇着去，哪儿都有你了，把老三的思路都打乱了。老三呢？接着说。这英雄狗熊啊，光听说不行。谁知道这大本质到底是啥货？看来啊，我真得防防他去。当家的，你不要命了？那大本字劫火车，小日本都拿他没办法，就嫌你这边苞米低了。别吵吵，你个老娘们，你吵吵啥呀？德一，你说咋办法？走，上你家跳马去。嗯，太爷，这回可别舍不得了啊！舍得，只要尾席不烂在家里，我啥都舍得。这匹当圆马。嗯，好。这匹。这匹。四十三。哎呀，德爷，你真有眼力呀！啊，得了，我舍去了。带几人去啊？就我一人。
你自己啊？啊，那不行不行，你怎么也带几人搭伴去啊？要死啊，再多人也是送命，就可着我一人吧。哎呀妈呀，你们听见没有？你们听见没有啊？什么叫英雄好汉呢？哎，这么着，啊，你什么终身呢？明儿大清早。哎呀，啥叫雷厉风行啊？这还得说我们家小得意呀。一路上一定要交加小心啊！遇见胡子呀，随机应变，啊，多长几个心眼儿。啥事呢，都靠你自己了啊！慢着啊！好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你自己家小心啊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这是干啥呀？你跟我装傻呢是吧？啊？我看出来了，我今天是遇上专门劫道的爷们了啊！看出来就好，钱拿出来，痛快的。我小家小户卖席子的，出门能带几个钱啊？没钱吧，把马车留下。那可不行，这马和车都是跟人借的，真的，骗你是犊子。要不，咱打个商量行不？没钱就把马车留下。再废话，我把你脑瓜子拧下来。爷们儿，我这一年到头走的趟道，咱每回少要点儿，细水长流，常来常往啊。妈了个巴的，你拿爷爷当睡所的？没那意思，没那意思。我是说，你们要是把走道的客官都吓跑了，没人再走这趟道，你们不是也没处要买路钱了不是？行啊，你小子，把买卖都做到爷们头上来了啊！把大列的东西掏出来，真没商量。这不讲究的，哪条道上的大爷咋这么横啊？啊，就这么横。田庄台大本子，听说没有？大本子？这大本子不是专办日本这火车的英雄豪杰吗？啊！小鼻子这阵子把铁道看得贼了紧，咱爷们得吃饭了，啥道挣钱我干啥，听明白了？英雄豪杰，行行好啊！这袋里的钱就够买俩饽饽的，啊！啥事？我驾！走走走，驾！驾！
这马车赶得跟飞似的，谁也没见过这样的车把式。笨蛋，那这赶得好啊！那马经理没看出来？马经理谁也没辙，除非跳车捡条命。走，我们回去。 他是哪个铺子的？不知道。长啥模样你应该知道吧？没瞧清楚。不是没瞅清就是不知道哈。你说你是不是个吃货？还是个漂亮马子，马子赶贼好。你去告诉外面的弟兄。 以后再看见这个车把式，马上回来告诉我。我要亲自会会他。哎，就。当家的，是你吗？ 回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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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样啊？整清楚了？哎呀，走，回家咱慢慢说去。那我给你准备一桌酒席，我都等凉了。哎，太爷，哎，有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。说，哎，走，咱们回家慢慢说去啊。太爷，这几个牲口不中了，叫我使唤坏了。啥整的呀？不能吧？ 这不挺好的，咋说不行了？我自己下的手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哎呀妈呀，我的肉啊！哎，二嫂，还没睡呢。嗯呐。 要的就是混起来啊！老三呢？嗯，你想拿着他去糊弄胡子？啥？哎，当家的，真的？那咋行呢？那不就等于去送死吗？我不去咋办？我要有招，还整这事儿？老娘们儿去，靠边！哎，可不是咋的？我说弟妹呀。 你不叫老三去，这十八村算是六屯的，能答应他吗？太爷，哎呀妈呀，不好了，快去瞅瞅吧您，太爷，吵吵啥呀，大眼皮子，啥事儿已经压了？那匹大圆马不行了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下可完了，这下可完了。 哎呀，这咋的了？哎呀妈，肝儿都碎了。这是老三鞭子抽的，刘大鞭子，名不虚传呐！乡亲们，咱们十八村三十六屯，出门不能自个顾自个，都得要听。 咱们大买办，刘大胆子调遣，谁要是不听话，给我整出事来，这胡子饶你，回来我也不饶你。我的话，大家伙都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各位爷们儿，咱们这趟出门啊，虽然说非比往常，但是呢，你们也别害怕啊，有什么事儿。 都由我刘大胆一个人担着，为你们的事儿，知道不？知道。遇着胡子也别害怕，一烂以后，胡子心里也发毛，要是开了枪，
小心这小子有套啊！有什么套啊？我咋瞅这小子有点面花啊？啊？他？哎，你小子前两天是不是都是这套啊？老总，整话说笑话，我要是前天才来过，今天打死我也不敢再来啊！啊？少废话，把你那个挟着啊！ 刘弟，哎，好，好，都在这儿了啊，都在这儿了，您验验。钱在这儿呢，狗屁，一匣子钱，说不定还没这匣子贵呢。 都在这儿了，让开路，放他们走。走啊，走啊，快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咋的了？ 你连爹都不认识了，自己去看看。妈的，大当家的，他就前两天身手挺好的车把式，那你他妈不早说？行啊，小子，有种，卖围棋，在哪卖？城里。 一定是城里，你去城里走一趟，这回能整明白不？能，肯定能整明白。
我兄弟刘大胆来了，你把不给钱的话再当着我们大买办说一遍。在下刘德一，兄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刘大胆儿，哎呀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兄弟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手头紧你就别进货呀。别吵吵，朋友，谁都有个手松手紧的时候，可是也不能为了这个打人啊。我这位兄弟啊，曾经打过擂台，打遍东北无敌手。我刚才已经教训过他了啊。我啊，也是吃粮食长大的，这种狠话我听多了。告诉你吧啊，我今天来啊，也不是为了打架来的。我这些兄弟，一家老小，都指着尾席吃饭。说句最实在的话，你手头要是没钱啊，把门打开，我把货拉走。咱买卖不成，人也还在呢嘛。对对对对，把货拉走，把门打开。朋友，兄弟实在是手头紧。你看，我现在拉货，你挣不着钱，就算不结仇，从此以后咱们老死不相往来。讲句最实在的话吧，出门靠朋友，你的朋友我还想交呢。你要是看得起我，先给我一半，剩下的年前给就行了。不行啊，不行！你看他那样，现在都不想给钱，回头不赖账啊！别吵吵行吗？年前要不给，我给你。刘大胆真是爽快人，所谓不打不成交，就这么定了。请。哎，瞅见没？刘大胆站那儿了。姑娘长的，要是遇上胡子，他命就得搁这儿。你这瘪犊子，就属于丧气话。不好了，看见胡子了！老家的，就他！哎呀妈呀，坏了！老大，回家跟家里说一声，过年我要多烧点纸啊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今儿个我只要刘大胆，我跟刘大鞭子有笔账要算一算。交不出来他，谁都别想走。放他们走，有话冲我刘德一一个人说。我要是皱一皱眉头，我是不要这样的。话挺硬啊，放他们走。你说句话，我们跟他拼了。你拿啥拼啊？都走，快走啊，兄弟，走，兄弟，兄弟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就在这个黑山口打伤了我的弟兄，在枪口底下赶着马车跑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昨儿个你还拿旧币蒙我的兄弟，有这事儿吧？一点没错。那你还敢打这条道回来啊？你就没打听打听我是谁？自古黑山一条道，我不走这条道，我咋回家呀？啊！大本子，
都啥时候了，还整这套嗑干啥？临死前，我也跟你说句话，就因为闹胡子，我被推举为18村36屯的大买办。黑山口这条道，我是非走不可啊，也是被逼得没法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下场，我在心里边合计过多少回了。我是为乡亲们死，我死而无憾。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条汉子呢，啊？戴文志，咱俩掉个个儿，你要是爷们儿，你肯定也得蒙我，你信不信？咱们都是为了活，不是？听说你马车赶得不错，那是啊，正经不错的。跟我入伙，这笔账一笔勾销。不可能，我妈不让。我们老刘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胡子，到我这儿不能坏了规矩。你娘不让，你真是你娘的乖儿子。戴文志，你也别埋汰我，要杀要剐随你，痛快麻溜的，废话少说，要我入伙那绝不可能。你还来劲儿了跟我啊？我妈临死前赌咒发誓要我不当胡子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以为就你能当胡子？你还是个孝子啊？啥意思啊？你惜他是个英雄，把他裹进天灯台不就完了吗？当家的，主意你自己拿，自己拿。我大本子专门扒火车劫大户，可我从来不跟穷爷们耍横。刘大胆儿，一刀砍了你是我欺负你，可我也不能坏了这个规矩。这么着，我让大车从你身上碾过去，压死你怨不得我，压不死你算你命大。备车。有种，算你命大。走。给你要人了，你要是叫不出个喘气儿的刘德一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跟你……哎呀！你干啥呀你呀？大爷，你可别生气呀！大爷，你个杀手，你个吃货，死的咋不是你呢？这哪儿啊？你别动，进来吧。干啥？来，按住他肩膀。
来，咬住。大冷天弟妹穿的单薄，回头冻着。来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叫人看见了说闲话。说啥闲话？你是我弟妹啊？再说了，老三这生死未卜，你烧啥纸啊你？干嘛呢你这？不是个东西呀你！你兄弟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了，你跟弟妹动手动脚的，你是人吗你还？你是不是人呢？我说啥呢？我说你是不是人？我倒还不行啊！我说啥呢？我说你还是人假的？你们家是兽医啊？还真让你说着了。哎，吃饭了，刘大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说英子啊，以后你就叫我刘德一吧。那我可就真叫了啊，刘德一。哎，德一。哎，你看你这愣着干嘛？赶紧上炕啊！这就上炕？快了点吧。你就是这么报答你救命恩人的？那也得分，救命恩人是谁呀？瞧你说那瘪犊子话吧，赶紧吃饺子，不吃一会儿都坨了。我辛辛苦苦给你包的，来，我自己来。嗯嗯，蘸点蒜酱。嗯，好吃不？香，你包的饺子比我媳妇包的好吃。那我还啥地方比你媳妇强？嗯，性格好。长得也好，真的。德一，嗯，你接着说，我爱听。哎，你倒是说呀，你咋哑巴了？我是个好娘们。哎，你骂谁呢？刘德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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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的了？你还真生气了？英子。我是真拿你当救命恩人，可是我扛不住你那骚劲儿。哎，咱俩谁先骚的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就因为你敢跟大本子较量，我才看上你的。我觉得你是个老爷们，还跟我拿起把来了。可是什么？救命恩人就不能跟你好了？你敢拍拍胸脯说你心里没我？你怎么那么不实在呢？我小家小户的。可不敢取小啊！呸！谁要给你做小了？瞧你那点出息！英子，我觉着你吧，敢爱敢恨，是个贼拉泼辣的主。痛快的吧？你想咋地？那以后你进城，就得来药铺找我。就这么地吧。哎，谁谁？哎，这会儿可不行。我知道，这不伤筋动骨一百天吗？啊！你就知道那点事儿。我跟你说，男女这事儿就像煎药，得文火慢慢熬着。这且费功夫，这矫情。进屋吃饺子去。要钱没有？怎么地吧？啥意思？咋的？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你们指定不想给钱了是不是？不给了，麻溜滚蛋，走人！你非要来横的，我也没招。今天我不会跟你动手。这么地吧，你把我这只手剁下来，否则的话，我回去没法交代。哎，等我。我
这只手啊，反正也是废了，把它给你了。哎呦！哎呀！小样儿，你不是打遍东北无敌手吗？啊！我就是。我一杯茶，一只手就把你搞定了。哎呦，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！白老眼，你欠钱不还，还跟我耍横是不是？哎，不敢。 小弟哪敢跟大哥开这个玩笑？哎，哎，快快快，给大哥赔不是！是礼是礼。我说啥来着？不让你去，不让你去，你偏去！我说弟妹呀，你先别哭呢，得想法子把得意的尸首找回来才是啊！你说。 你死不了吗？啊，给我留的意思啊，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老三，走，别。别按着，一个。来，给试试。哎呀，把儿子放下来。我可不行，试试吧。我可不行，你漂亮，还有你擦吗？我。 哎呀，哎呀，真能行吗？好看着呢，好看哈。挺好的。哎，孩子呢？哎，不错，孩子。这德行。我买就买一套。买一套。正宗的上海货。大老爷，端上。仨大爷。别挨着。你可真不怕风扇，是吧？明白。开口就三大爷。玩正经货。现在一个大洋得一百。不便宜呢。正宗的码头这卖。正宗的。 瞅啥呢？没见过你人啊！挺大个爷们儿，你不知道磕碜呐！包起来。范范一长，这是你的。你干啥呀？我们不认不识的，你凭什么送我东西啊？你好好做你的买卖。 别装抬大本子，专吃大户，没穷乡亲们的事儿。哎，二嫂，二嫂，二嫂，有土匪就是。走，走，干嘛呀？走，二嫂，二嫂，二嫂，走。 各位三老四少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想要人，每人拿30块钱大洋，到田庄台赎人。小鼻子支票我可不要啊！听好了。 娘们儿，不好在家忙着逛啥庙会去，这回算彻底完了。得意指定能把二嫂抓了，你别着急。
别都指望我啊，剩下的啊自个儿张罗去。太爷，亏我二嫂张口还叫你个太爷呢。5块？你太爷家被大本子绑了2口了，60块大洋早都出去了，这家里还能剩几个钱啊？你最好啊别去那田庄台，听太爷的，你就是给他赎出来他也是麻烦。咋麻烦了？你二嫂那如花似玉的模样，进了匪窝这会儿啊不一定给糟蹋成什么样了呢。你们家老二识文断字，这以后你叫你二哥他怎么做人呢？咋做人？他也是我嫂子呀，谁愿意被绑到匪窝去？这不是没法儿吗？才5块钱，还1000刀的大本子呀，他本来是冲我们大户的，谁让你二嫂？啥意思？咋的了？嘿，你这个刘大肚子，以后你自己别摊上事儿。哎，得意你的小王八犊子，你敢揍你太爷呀？我敬你啊，叫你一声太爷。我要不敬你，你啥都不是。今天我不蒸馒头争口气，我还就一个大胆不带，我去闯田庄台，我倒要看看这大本事能把我咋地。切，你爱去啊，你自己找死，没人管你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当家的！哎呀，当家的，你这不是去送死吗？哪有空手去胡子窝的呀？你是不是疯了，当家的？老三呐，你媳妇说的对呀，要咱再借去，我就不信凑不上这30块大洋啊！锁进大户，10几家都被劫了，谁都哭着喊着借钱的，我上哪儿还了这30大洋去？你以为那大本子跟你是亲戚啊？啊！你看看他把你手整成那样。你刚捡条命回来，你忘了你？我还偏不信，我还就要送耳门去，我就不相信这大本子能把我煮了还是炸了。德义，你先别去了，我已经报告日本宪兵队来捉拿大本子了。啊，太爷，多谢了啊，我承受不起，我穷，有个穷志气。不是你这，再说了，等抓着大本子，我二嫂不定死多少回来的。慈悲，放了我吧！我家里还有生病的丈夫、孩子，指不定怎么哭着喊娘了。要是谁来都跟我说这套屁话，我还绑票干啥呀？那倒也是。那你就快点让我死了吧。干啥让你死啊？我看上你了，你给我当压寨夫人，不亏你吧？你没钱你才别，老总，来，求您了，老总，拿去，打一来三万，求您了，压力实在不行了，老总。
哟，刘大胆，你来苏源的？那人咋了？想苏源不带钱，妈的，打了130万。哎，你带钱了吗？带了，带了。苏谁啊？我二嫂马文秀。看有没有？在这儿呢。进去吧。这可在。是你们两位，几天不见，富贵高升了吗？哎呀，我们哥俩入伙了。你也是入伙的？我哪儿啊？我的二嫂被你们大本子给绑票了，今天来赎，我又没带钱。你说咱爷们要什么钱？这点小事，包在我们哥俩身上。走，咱们喝酒去，救命如救火的去。要说钱，我们哥俩还欠你的呢。啊，自打上次一别呀。我们哥俩是天天的念叨你呀，走，咱们喝酒去，走。我不放你走，我要跟你做长久夫妻。啊，不能啊，那我家里的丈夫孩子咋整呢？当家的，我这，哎哎呦，我可啥也没看见啊。啥事儿啊？净说吧。哎，当家的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有个亲嫂子给绑来了。你说这事儿巧不巧？哎，这事儿整的，哪个？那赶紧放他回去呗。哎，谢大当家的。他叫满文秀，是。连我也懵，啊？她是你亲嫂子，你不认识她？面生，这，哎呀，原来是大当家的看上了，这事儿咋整？还咋整？滚！哎，说他咋这么寸劲儿？怎样？你嫂子叫大当家的给看上，你说这个咋整？你看见我嫂子在他屋里头？看得真真的，果然是个美人。这可以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使不得。大当家的说一不二，他的脾气谁整了？那咋整？这可咋整啊？没别的法了吗？刚才我们哥俩差没给打出来，没法儿，回去吧，啊！哎，刚才咱们吃饭那天说的大本子那些老底儿，他可忌讳了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，啊！大本子，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啊！连牛马交配还认祖宗呢，啊！你禽兽不如，啊！哎呀，你连那姑奶奶都想上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啊！外面那个刘大胆儿是你什么人？啊，我小叔子。哦，他就是你小叔子。嗯呐。出来！哦。老二啊。哎。大当家的什么事儿？你请他进来。哎哎，进去。哎，见过我们大当家的。大当家的，这刘大胆是我们朋友。刘大胆，你胳膊怎么样了？挺好，托你的福，挺好。坐。二嫂，没事吧？嗯，好着呢。老三呢？你可来了。大本子，
那个我咱们俩吧，也算不打不相识。我呢，这个岁数也不小了，也该成个家了。老二啊，哎，这大洋你拿去。这啥意思？你成婚应该我送礼啊啊！娶的谁家闺女？我这一次吧，来接二嫂走的太着急，没带啥礼物。下回我一定给你补上啊，补上。刘大胆儿，这些大洋你拿着，回去跟你二哥再娶一房黄花闺女，咱们也算是亲戚了。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。八脸儿，送客。哎，不是我说大本子啊，你真是个不讲人伦的畜生啊！你啊，你牛马交配还认祖宗了你？你白披了这个人皮你啊？你啥玩意儿？你骂我畜生？啊？咋了？拉出去！给我砍了！这个拉出去！大本子，大本子，大本子，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家老三吧！啊，我求求你，我答应你，我留下了，我留下了，好吗？等等，妈让他给我气糊涂了，把他给我带过来。你骂我啥？我咋不讲人伦了？你说。你呸！自己还不嫌磕碜，说出来我都怕丢脸，怕脏了我的嘴。你甭跟我玩儿，你今天要不讲出个子午卯酉来，我活劈了你！哎呀，你讲。老三呐，你别满嘴跑火车啊！你瞎说啥呀你？我偏说，咋的了？你本来就是他老姑嘛！啊，咋了？哎，不让说了。谁老姑？你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你不是蓝旗口的吗？谁不知道，你妈是走道上的你们家。你妈前窝嫁的是水耗子，水耗子大名叫满康华，满康华是我二嫂满文秀的二哥。说起来啊，我二嫂大你一半，你不叫她老姑叫咋的？胡说八道！我妈改嫁后生的我。我跟他有啥血缘？你是你妈的姨父子，大本子，别自己骗自己了。这话你听谁说的？我知道，你现在名声大了，忌讳说这些。这节骨眼上，我不说不行啊！啊，这，毕竟你们血浓于水啊。不是我。不是怎么，他怎么就成我老姑了？大本子，我知道我今天犯了忌了，可是这也是你逼我说的不是？啊，我要不说不出大事了。不是你也是，老姑你咋不早告诉我呢？我也整不准呢，谁曾想会有这么大个侄子呢？啊，谁知道咋这巧呢？哎呀，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是不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？这不，可不咋的。本老爷，你瞧见没？要不说这不出大事了吗？可不是咋的，亏你提醒的早，刘大胆，要不你说这。不是整啥事儿啊？你这多谢啊！别客气，那就这么地，我们回家啊！别走！咋了？我今天我认老姑了，我高兴。吩咐下去，摆宴。哎呀妈呀！老三这张嘴啊，能把死人给说活了，可不是咋的。老二媳妇，你说是不是？可不是咋的，把那大本子骗得一愣愣的，还拿回来这么多银元呢。
了个好侄子。知道的呀，是你上苏菲给劫去了。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这龙王爷啊，请你去逛水晶宫呢。啊，你身陷囹圄，你没有一点气节啊你啊！我咋的了？咋的了你？咋的？你不如一撒泡尿把自己气死得了你！我都替你害臊啊！我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哎呀！慢点装，能装多少装多少，把那车装满。娘俩，我们走还不行吗？你躲哪儿？你躲哪儿去啊你啊！我看你不还是娘，外面有狼啊！哎呀，你这个是干什么？咋的了？我咋知道？从田庄台回来就一直吵吵。赶集来了，哎，你给我回来呀！不甜不要钱，那个又甜又脆的糖葫芦，不甜不要钱，你回来呀！不甜不要钱，儿子，快走，走，快步了，看看看正好，快步了，糖葫芦，快步了，糖葫芦，快步了，快步了。我嘞，王喜了，大粉子，小鼻子来了，快跑啊！臭家伙，不对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走！啊，当家的，快走！
掌柜的在吗？死鬼，你咋才来？才来，在大本子那儿，我差点回不来，还才来呢。走屋说去。哎，德一，这大本子又接着辆小鼻子的火车。哎，你没听说呀？我听说了，大街上那人乐着呢，了不得呀！这大本子真是个人物。可是小鼻子杀了不少胡子，就连跟这事儿没关系的人也杀了不少。可不咋的，这东阳小鼻子根本就是畜生。德一，你可得小心点儿，啊！知道。哎呀，窝窝囊囊活了半辈子，小日本子，我操你八辈祖宗！二哥，头一次听见你骂人啊，感觉秀才急了也骂人呢。哎呀，不知黄金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忘记赎罪，忘记赎罪呀！刘三，请求金的，我们我考官的求三你，協力しろ。啊，请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太监请坐。我们在集市围捕大本子，被一个女人发现，而且还让她逃跑了。刘三。你要负责把那个腾飞的女人抓回来。这事儿好办。那女人是什么面相？既然不认识，皇军怎么知道她是指定腾飞呢？可能就大本子你声かけてる。それと大本子命をかけて。可能就你逃がしたんだ。我々みんな見てた。难道？这不算通匪吗？哎呀，这事可不好整了。这赶集的十里八村哪的人都有，这皇军咋就一口认定他是我们屯的呢？それは簡単だ。あいつの男を重傷した。もしあの男見つければ、その女も出てくるんだろう。哦，妥了，这事交给我办了。啊，太君先用饭，先别声张啊，我摸摸底再说。会長さん、やっぱりいい人ですね。哎，省长，省长，太君请啊。太爷，您来了，太爷。您这整啥呢？咋满手都是血呢？嗨，您别提了，这不是那个我们家那个老二。哎，我们家，我们家刚敲了猪，敲了个猪。这幸亏是敲猪啊！啊，皇军正在挨家挨户找那挂彩男人呢，你不说敲猪啊？嘿，那就给你带走了，你知道不？敲猪？哎，猪呢？猪，哎，猪不在猪圈里，能在哪儿啊？你别跟我老磨叽，猪圈在哪儿呢？那不就在那旮旯里呢吗？哎，太爷，这位大爷挺有意思的哈，一进门啥也不问，就问猪圈在哪儿，这八成他家也是养猪的哈。养猪的，养猪的。哎，大爷，您要是想看呢，您走的时候我把那儿给您弄亮哈，您看个够哈。哎，咱先进屋，啊，进屋热乎，走走，进屋啊。啊啊，大爷，进屋喝点水啊。里边请。大哥，您洗洗手就来啊。我师傅洗完手就进去啊。哎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来来，来里边请，喝口水啊。我的猪。不是我诚心要敲了你啊！哎呦，我的猪！咋出来了呢？要走啊？把灯给我。大爷，大爷，
没啥看的，我这手艺不好，让您见笑了啊。哎，大爷，太爷，你没跟人家说，我二哥这得的是伤寒，小心别传染了。对呀，那就是伤寒呐。嗯，早该看大夫了，你都干啥去了？我不是那老二媳妇干啥去了？啊，二嫂啊，我二嫂头两天呀，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。哦，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没事了，带她看大夫去啊。嗯，抓点紧啊。嗯。抓紧，太爷，您没事来啊！哎，那位大爷，慢走啊！慢走。太君，太君，哎呀，太君，村子里啊，犄角旮旯我们全都搜遍了，对，除了一头公猪，哎，村子里没有一个挂彩的男人。没有。猪，等等不带啊！我一个远房的晚辈啊，这个他们哥仨呀，都是良民的大大的，是是，他们家正在敲猪。哎呀，敲猪啊！所以照的晚上都是血。三年多没开干，谁拿干大哥？没，老大肯定没有伤。老大正在那忙活敲猪呢，你这老二在炕上趴着呢，伤寒了。二媳妇回娘家了，老三早进城去了。俺那西头，一次可拉不要给你拿单的。哎呀，有些日子好几天了。卡在的。気の人かもしれない。旦那さんは病気になった時、奥さん家に帰るのは不思議だ。さあ、行ってみろ。我去，你就不怕他们把我也给抓了？大哥害怕，我去。等，我也学个老三的样，前边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走一趟。你赶紧去吧，就是真有什么刀山火海，还轮得着你去？太君呢？我找人儿，有急事儿。谁的鬼？哎，我冤枉啊，太君！哎呀妈呀！我冤枉太君，我找人儿，不对劲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吃完饭我就走。咋了？你家里有啥好嚼物等着你呢？这边还没撂块，又垫的是家里的。英子，我说你啥好呢？我说你啊。我咋了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炕上还行。要做女人，不中。你中。哎，我说我哪儿不中了？你给我话说清楚。英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你救我一命，还对我有情，我刘德一知恩图报，这也算是对得起你了啊。啥？你跟我在一块是为了报恩？我还以为你是个懂风情、解风忧的大英雄呢。呸！英雄是我说的吗？啊，你没看着外面那么乱，到处是小日本小鼻子，遍地是胡子，整天闹得乌泱乌泱的，我算啥呀？啊，我不过是在挣命。哎，刘德一，德一，你还真急啊你！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？德一。英子，咱好合好散，我走了。哎，刘德义，你还真走啊你？哎，走了你别跟我回来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当家的，见到日本人客气点啊，别虎超超的，到时候把你也搭进去。我们二哥可是良民啊，你们可别的。二哥，没事吧？哎，来，我来引荐一下，这是五十郎太君，中国话说的是嘎嘎的。这位是刘嫂，刘大胆，刘大辫子。よし、お前は素晴らしい人だ。
シナジの中に少なくともお前はヒーローだ。我々コウ君欲しいのはお前みたいの人生だ。他说你是人才。人才可不敢，就是为了有口饭吃。这咋回事？听说你的二嫂和侄子被大本子劫走，你也险些丧命在大本子车轮之下，你们全家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皇军决定替你们报仇。感谢皇军恩典，这大本子呀，大家劫舍，鱼肉乡里，真是太祸害人了。咱们大本子再有仇，也是家务事，你可别例外不分啊。你放心，刘桑，我现在任命你为维持会副会长。维持会副会长？我哪是那块料啊？啥会长不会长的，拉倒吧！啊，田庄带以守难攻，大本子又很勇猛，我们的兵力不够，还需要刘副会长的大力支持。今から会長たちと作戦の相談します。さあ、勇敢な人。下来！好好好！哎，老大老二，你没事了，回家吧！啊，回去吧！走。哎，老三，你别走啊，你还有事呢。啊，你小心点。你坐这儿。哎呀，小鼻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非把他大本子灭了不可。这个大本子就是再坏，那也是咱自家人。这个小日本子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咱不能帮着他打咱自家人呢。我看这事不妥，不妥。老二，你书读糊涂了。你媳妇让谁劫走了？老三那手腕子让谁给整成这样？别吵吵了。二嫂和孩子还在田庄台呢。日本镇围剿田庄台，他娘俩咋整啊？可不是咋的，那还不把二嫂跟葫芦一勺给烩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把他们接回来。那可不行，大战前夜，你私自去田庄台，这要是叫武士兰知道了，不给你安个通匪的罪名，也得给你算出卖情报、走漏消息，把你给崩了。行，你们呢都别张罗了啊。自打上次他从田庄台回来，那心就野了，就已经野了。老三呐，听二哥说，你呀别费这劲儿啊。二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小心眼了。这二嫂跟了你啊，委屈了。他是得委屈，跟那大本子多好啊，一天呐吃香的喝辣的啊，穿金戴银。二哥，就算你对嫂子没感情了，可不还有孩子呢吗？那孩子可是咱老刘家的骨血啊。知道。行了，别费唾沫了，明天早上我去趟田庄台。大本子，你还真孝顺啊！啊，没事儿又把你老姑接来了。来了。看这架势啊，大鱼大肉的。哟，二嫂，看着你穿金戴银的，越发的漂亮了啊。刘大胆儿，你上回玩的挺好啊，你。怎么的？来接我老姑回去啊？啊？对啊，她是我嫂子，可不是接她回去吗？美的你！来人，给我绑起来！是。慢，你们先推出去。
我来跟他说吧。老三呐，回去对你二哥说，是我对不住他，我不回去了。你啥意思啊，少子？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二哥有啥对不住你的？他是没啥对不住我的事情，可他真要是个爷们儿，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事情，我也乐意。我知道。你跟着我二哥是委屈你了，可是你又咋的了啊？这酒就是辣，肉就是香，这衣服就是好穿，咋的？老三，你是骂我呢，还是寒碜我呢？自己心里知道。哎，你是看上大本质了，还是咋的？老三，我知道你心里指不定怎么骂我呢，可我寻思着。我这一辈子跟了大本子，才不觉得亏得慌。你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娘们儿啊，你知道他是干啥的？他是胡子，他是土匪。可大本子是个爷们儿，他整天在刀口上过日子，有了今天没明天啊。我知道，我咋的不知道呢？你二嫂子心里明白着呢，可我就是寻思着跟上大本子。哪怕只过上一天也值了。完了完了，你呀，你这个混了头的老娘们儿，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吗？你大本子是个爷们儿，他说了，他不再祸害老百姓了。他放屁你也信？完了，我们老刘家没你这号人了，从今以后你也不是我们老刘家的人了啊。你去走你的阳光道吧。哎，那孩子咋办？以后跟你们一块当胡子？他可是我们老刘家的骨血。孩子还小，当然要跟着娘了。完了，我今天在这田庄台了。不行，我找那个大本子狗日子去。老三。大本子，你有种，快点往上扔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刘大胆，我没有霸占你嫂子，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。你就是一仗有钱有势，霸占我嫂子，你还祸害老百姓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你说的也对，我要是不作孽，哪个乡亲看见小鼻子抓我，能忍心不喊一声？我刚才在关老爷面前发誓，从今以后再不劫道。不劫道？不劫道你吃啥喝啥呀你？我扒火车，我打鬼子，这么天大的买卖还不够我做的吗？真的？打今儿起你不再劫道了？我也是苦出身，有句话你大概也听过，叫道义有道。我发誓再劫道，叫我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。我放你走，咱俩两清了，不送了。啥意思？你放我走？我咋听着有点不太对味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刘德一这一辈子不会欠谁的。这么地吧，我再告诉你个信儿。今天晌午50来，要学习你们田庄台。什么？千真万确，你啊，赶紧跑吧。刘大胆，啥也不说了。别争这景了啊！所以说呀，
这两清应该我说，知道不？你是个爷们儿，你也差不多，你还是头驴，一头倔驴。干嘛去？哦，没事，没事。